拿出来看看。我正想着你一个姑娘家该用什么兵器，刚好主上让你练习流光斩，不如就试试这把剑吧，应该很适合你。 一直都在帮我想办法，再给你多加5000两。等你学会了流光斩再说吧。可是这还剩半个月的时间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练好。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其实幻境里面时间的流动那是比外面要长很多的，可现在啊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要知道流光斩的剑法才能往下练。我们也没有剑谱呀。 现在我们的命运都在你手里了，你必须得学会流光斩，要不然咱们俩就像刚才那片金叶子一样，被捏得粉粉碎。像剑法、画符还有戏文这些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看一遍就学会了。但是像《诗经》《礼乐》那些，我就不行，因为我不喜欢。放心吧，我来教你。好。那，第一步。 我们不可以让这个小火苗从剑尖上掉下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来，将你的心神集中于剑尖这朵灵火上，剑随心走，心随意走，意在心在，剑势随之渐成。 Thank you.